啊，我是小周，今天天气还不错，没有下雨了。现在我们带着洋洋去他们那个村口玩一下吧。在家宅了几天，今天带洋洋出来透透气。是啊，我们也几天没出门了，我们去那个你们那个村口那里玩一下吧。刚刚在这里玩，我们老婆村上她有几个阿姨都说洋洋长得像女孩子，大家看看像吗？还带着两朵大红花，还真你不说，还真有点像个小女孩一样。整个大红色衣服，是啊，这个粉色帽子。洋洋出生到现在，一直是长得比较秀气，很多人都说她长得像女孩子，其实像不像啊，网友们？其实洋洋她妈妈一直想生个女孩的，结果生出来是个男孩。但是他这个男孩长得像女孩呀，哥，把他当女孩子养呀，哥。网友们，你们觉得我儿子洋洋像女孩吗？欢迎评论留言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